走一个非常神秘的打野路径，让 MT 也抓不太到。这边上前的话，直接把 Candy 推到塔下 ，Candy 吓了一跳，开启金人，快扭转直技往后撤。下半部的话要开启一波攻势，狩猎开始侧边的话一个金刀骇浪刷到两个人，拖延的这个时间，这波 Zest 算是 cover 的相当不错。即使下了这么多眼睛，能不能帮助队伍拿一些击杀，或是在中路打出一些优势？ 靠了，这闪现先躲掉侧边的话，好像这边一自己过来，困被留住了。这样的话，再一下普攻就可以收掉阿奇了。阿奇的倒下后左半边 Q 1 Q 2 过来 ，MT 开启了金人，稍微推一下时间。MT看见状况不对啊，没办法再把对方一个人头给换掉。大概知道要挂了，你就看在重复。知道这个地方其实困上去硬拼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被骗了，因为他原本想要让李信跟着接这一波，但 Candy 一个闪现拉到之后，旁边探个杰大一出来，然后 MT 也到定位上，基本上就不可能活了。 这个点李信最后是有点帅哦，他利用这个卡利斯当做锚点 ，Q1 Q2 命中之后先踹出个技能，可以来开动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前面有全视野，你不克。侧边的话，金刀骇浪刷过来，先靠着走位扭掉 ，Stitch 这边选择要回身打架。 然后用这边过来后套了一个虚弱，接着弹幕一刷，但是是刷空的 ，TP 也到场支援了。下半部 PK 这边的话，回数没办法砸在刀卡身上，但刀卡上还是倒了，而且 Candy 也一起过来支援的情况下，这个纳米也倒了的情况，哇，GS拿到了两颗人头，哇，就跳上去一招都没中，再来看一下下半部，真的是巨尴尬。你看他上去第一个 Q 空了，然后普攻，然后第二个 Q 又空了，然后呢普攻。 然后他最后大绝也空了，我刚刚看着他每一招空了，他被虐爆，一招都没有中。Stitch 的走位太厉害了，还好他的对手 PK 是跟他一样，也是没什么中招。<笑>但是这波就打开给拿走了，这个换线好怪。大绝召唤火元素这边炸出来的话是一个空大 ，PK 会在塔下直接被踢出来吗？ 即使是有一段的无法被控制，但现在开启技能能不能活下来呢？最后还是活下来了。 这次的防塔杀做得非常成功，闪现过来直接追着尼诺打尼诺没有办法活下来。对，他直接闪了一泽瑞尔的大局。尼诺在没有任何视野的情况下，还选择直接走进来，就被两个人暴打一顿。哇，原来是自己太白目，他根本不会死哎。他没有任何必要出，直接掉中旁边李信的位置有点危险。侧边的话，李信被抓到，雷兹直接先上前暴打他一顿，从左上角这边的能不能逃脱掉？在扭转之境开启，能活下来吗？继续上前想要来追这个李信，哎，太秀了，这个太秀了，一个阿散，而中路的暴打困要跟对方的雷兹单挑，拉卡也过来支援了，就是他们一刷，但没办法刷倒任何一个GS的人，太是。 哇，全部弹飞！再来看这一波，虽然没有倒掉任何一个人，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交战。接一套之后转身一个阿闪，哇，这踹过去路径上面，只要你敢挡就会中。Epic 在 Q 笑，哇，就差那么一点点100滴的血量。我这边的话可能会碰到卡利斯，直接遇到了两个人 ，Q1 Q2 上前交闪现，隔墙逃脱掉。后面谁的胜率提高10%？谁的胜率减低10%？左上来抓雷兹，左半边天地手有惊人，只要雷兹有惊人，谁都杀不死我。 哇，这个全英雄联盟真的是最瞎的英雄，一直没有排除干净。开启了大绝，狩猎开始，目标放在谁身上呢？回身一个金刀骇浪上前后，李信想要踢人，但闪现过来，那个好的踢的目标啊！李信在那边先倒下，以后前线的位置，尼诺闪现过来，大绝狂飙猛击推到的是西维尔，但是西维尔毫无畏惧，回身的话就是暴打尼诺一顿。现在血量掉的太低了，侧面的话打卡还有困的话，都还是一个还不错的状态，但前面的话倒坦啦。这个会战的位置。 我觉得啊，GS拉的太漂亮了。第一个一折上去，Q是空了，直接走上来这个点，李信出去要直接把他抓回来。李信上去一踢，然后被闪现，然后再吞掉之后，他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抓回来。然后这个地方 Tank 级完全发挥了他的功能，就是把 AD 第一轮被抓的可能性给化解掉。然后尼诺进场之后，他虽然控制到了，但问题是这个地方你看 Delta 并没有能够把他输出打上去。 然后，甚至是队伍的中路阿奇的困也是被对方直接正面。你这样子走位的话，我来看一下召唤火元素冲出来炸在了中路的纳尔，纳尔毫无抵抗能力，直接被卡利斯给带掉了。这颗人头哦，是大概4000多滴的血。可是有山水龙啊，这边换就满了。召唤火元素这边的话，上前大绝是空掉了，自己双招先交了。
再一次的让稳住目标放在 Zest 身上 ，Zest 在前线的位置直接先被 MT 给秒掉了。连续两次的时候，召唤火元素是瞄准的辅助打。哇，那卡还这么凶，想要跟二人打架吗？有被单杀嘞，二人完全没在怕，但左半边也已经开打了，进到肚子里面，西维尔有一个很好的保护。回身的话也不用打，因为右半边的话，卡利斯已经收掉伊泽瑞了，就要看困到底发挥如何。但困的魔量好像有点尴尬、啊。等一下，如果爆发战士，他会不会没魔啊？这是一个五个人吃八龙之后，换个人出来杀，敢走过来就走过去撞。赎罪神石稍微丢一下，前线的位置是 Candy 一个人在牵制对方三个人 ，Koala 也过来帮忙一下。这条八龙看起来是有点难防守，再一次召唤魂术轰了过来，击飞起来的是李欣，然后一个扭转之境，再把三个人一起传送过来，前线位置 Candy 先被秒掉了。但是就像刚刚所提的，困的魔量不太足够，困已经连倒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团，其实这波抓人就是依靠靠着上一波，他直接把 Zest 的闪现逼掉之后，这波他直接上他，那对方看到就直接开这个纳米，纳米就直接倒了。那这个是谁要出来探？遨游深渊，你得探。哇，这个地方左半边是困飞过来之后一推之后呢，史迪奇适当又被打一套，这个点还要口号有闪现把他含了之后闪出来。不然的话，那看李欣有没有机会来碰到呢？这时候召唤火元素激起了对方下路这边的双人，继续往前。哎，左半边困他的这个大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远古巨龙，下一只眼位知道对方吃剩下三千滴。现在的话是 Candy 在前面，想要给 Epic 一些压力，是要把远古巨龙稍微拉出来一点。这个三打三，要直接上去赶人了。哇，看起来也是直接选择不吃了吗？下龙池两千滴，又是火元素直接轰了出来。前面的位置 PK 一个人牵制对方两个 carry 点位，而在远古巨龙池里面 ，Candy 已经收掉 Epic 了。前面的位置 PK 一个大坦，哇，困跟 Daka 对他都毫无办法、啊。要是卡利斯直直走进去，把李信的腿砍下来啊！扭转直径又要传到后面了，传过来 ，Candy 两个人一起目标放在 Daka 身上，闪现过来。法术直接把他给禁锢住了。B 团的时候，他队友被退开了。遨游深渊在了 D 群到对方的后半部，凯金人但活不下来，阿奇尔倒下，纳尔跳跳往后拉，看起来下路的这条路线也没有人可以防守了。现在就是 Drax 想要怎么开就怎么开，他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逃跑手段，要来压了。本雅塔第一座半血上前有击飞到，在前线的位置没有人可以对 PK 造成威胁， PK 就在前面晃来晃去的，好像没有敌人一样，继续往前击飞起来。看到卡利斯跳上前，但其他的所有 Team Effort 的成员已经进到温泉面，也没办法防守住这个主堡。我们恭喜 Drax 在42分钟左右的时候赢下了 BO3 第一场胜利。